会不会有一些时候会忘了功课？会不会？基本上是不会，不会是不是？所以就是妈妈也很赞成你来这个热舞社跳舞，还好。其实妈妈是反对的，就是了。有反对吗？就是半支持半反。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，可以在自己的喜爱里面哦，可以发挥，然后去找到自己的热爱的事情，但是也不要忘记自己现在这个好好的把学业念起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今天要合作的这首歌呢，其实大家都很熟悉，如果大家呢也想起来扭一下，也欢迎跟我们一起让你妈妈扭一下，好不好？气氛热烈，终于触即发。他喊话，脑袋不听话，有人在耳边想要说话。疯狂的欲望，划破脑海，不要忍耐，非需要爆炸。社会很悲伤，只能苦笑，一家大小，连妈妈都想跳。干嘛扭一下？爸爸一起加一加。跳舞的人会发光，跳舞不缺氧。让妈妈扭一下，爸爸一起加一加。让人喘难全场，一起大声唱。街上要说话，疯狂的欲望划破脑海，不要忍耐，非需要爆炸。社会分对象，只能共享，一家大小，连妈妈都想跳。让妈妈扭一下，爸爸一起跳一跳，跳舞的人会发光。